街坊邻居们谁不知道啊？赵刚子能有今天，能当上哎，能当上物业的副经理，那是我。我作为他的妹夫，我处心积虑啊，我在小区乱停车、乱倒垃圾啊，我给他造成了多少大义灭亲的机会啊！不瞒大家伙说呀，他赵刚子能有今天，踏着我的鲜血，踩着我的肩膀，薅着我的头发窜上去的，他是。啊，我这还，你还，他怎么的他？二姑父，你怎么的？但大姑父的行情可看涨了。看涨，我看着他长大的。你是没看着啊？怎么的？我大姑父往办公室一坐啊，那派头的，小婆杠杠着，一动不动。哎呦，现在应聘保安的人员已经从咱们小区门口已经排到沈阳北站了。现在从火车站还往下吓人呢，边下边喊。我要当保安，我要当保安，我要当保安，我要当保安。哎呦，我们小区这个保安好家这么抢手呢。我告诉你王小倩啊，我不是为了帮你，我就是为了看看这个阵势，我都应该到物业去看看去啊。另外行了，我顺手给你把这个忙帮了，告诉你的同学啊，马上就能来上班。谢二姑父。他叫什么？那个叫脸脸啊。这个这是他的简历。哎呀，简历都用不着，等我好消息。二姑你听说啊。哎呀，等我好点戏。听说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是在大山里面吗？怎么感觉有10000个人在回答我？爸爸，我终于当上保安了。爸爸你看我帅不帅？爸爸你看我穿这身好不好看？爸爸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此时此刻的我非常激动。爸爸再见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爸爸小脸儿，赵经理，以后咱别这么客气啊，你就叫我小鱼就行。好，哎，小鱼啊，哎，来，坐喝水啊。谢谢，小鱼啊，这回啊，你表现非常好啊，这么多人来考我们这个保安，别人都没选上，就选了你，为啥？因为你最出色。谢谢赵经理，放心，我只要当上保安，我会满足你对保安的一切想象。我呀，一定要堂堂正正当个保安。好的，你说啊，哎呦，大姐夫啊，一点都没错啊，我大姐夫这拍头子挺准过。顺风啊，哎，顺风来了哈。哎，大姐夫，你这脖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两天颈椎不舒服，医生让我带这个东西勒一勒。都说你脖子不打弯啊，你打个弯我看看。哎呀，这是，没事，好，黄医生，一会儿给你介绍。来，顺风，大姐夫怎么的？我听说咱怎么的要招个保安呢？对，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们已经招完了。招到他，小鱼啊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夫。哎呦天，你好妹夫。你叫谁妹夫呢？对不起。你叫谁妹夫呢？你啊？呀，你控制点，你别闹了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是今天第一天当保安，有点激动。对，你见怪，赵经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开个玩笑。我告诉你，看你新来的啊，我给你一般见识。不好意思。怎么称呼你啊？免贵姓于。姓于啊？啊。哎呦，大姐，姓于不合适啊。怎么的呢？怎么的？姓于你。多多余啊！谁多余啊？那姓什么合适啊？你找个姓脸的呀，你找个姓脸的来当保安，多给你长脸呢。这什么逻辑呀？这是啥？这不合适。我跟你说，你招不招保安，合不合适，你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赵经理说的。对，小鬼，这个说的好啊！哎呦，我说新来的，看来你对我还是不太了解呀，啊。我只能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您说啊，你还不认识我吧？我不认识。街坊邻居们，告诉他我是谁。海顺房。海啥？喊怎么的？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。你们怕不怕我？怕。这就是力量。不是，赵经理。你这妹夫这么厉害吗？不是，我都习惯了。这些年他一直欺负我。这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说顺风，来，你跟人家一个新来的保安，跟人家着什么急呀？看着他就不顺眼。来，你过来，坐了。坐着。哎，顺风，你这找我来有事儿啊？是。你渴不？啊？
你抽烟吗？我不抽烟，我不会抽。那你抽吗？我也不会抽烟。来什么烟？你冷吗？好点吗？是吗？我怎么感觉拔凉拔凉的呢？没有啊，我这衣服它也不是冰柜的，怎么的？我说顺风啊，哎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可从来没这样对过我，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？又是，我找你办的事已经办完了啊啊，啥事啊？谢谢啊，来吧，兄弟，祝贺你。哎呀，谢谢，祝贺你被解雇了。哎，什么我就被解雇了？不是不是，不是哎、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？你怎么给人家解雇了？这是我们经过挑选选拔的。你凭啥给人家解雇了呀？是啊，我觉得他不合适啊。你凭啥觉得他不合适？我是业主啊。哎，怎么的？那我问你，他哪儿不合适？他哪儿不合适啊？哪儿不合？长得就不合适。人家长得怎么不合适？谁长得不合适啊？你脸怎么长得这么长呢？是不是他赶紧个高了？哎，你以为你这是优点吗？我骄傲。你这是巨大的缺点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就巨大缺点了？作为一个保安，你是维持安全的，万一碰上个小偷，其他的保安全隐蔽起来了，啊，你还露着半张脸，你多容易暴露目标啊！这也算缺点呢？还有啥呀？瞧你这瘦的跟个杆似的，啊，三级以上的风都能把你吹跑喽。还有，这小偷要是躲在洞里边啊，你能咕噜进去吗？咋的？你能咕噜进去啊？哎，我就能咕噜进去。不是赵经理，他真会咕噜啊？他会，他外号小土豆。你就咕噜不进去，你一咕噜固关节，你卡住了。啥意思，赵经理？这跟他有关系吗？我这没关系。我刚来，我顺风啊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人家不行？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人才啊。我就知道你这事儿，对吧？你是我大姐夫啊，对不对？你推荐谁呀？简历，简历，还有简历呢？去去去去，别去，看什么看？哎呦，顺风啊！哎，你推荐这人不错呀，优秀人才吧？绝对优秀啊！你看，这条件太好了呀，顺风啊！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小鱼呀、啊，这么着。今天呢，你先回家休息，好吧？明天你过来啊！你听你听我的，你听经理的啊！好呗？咋的了？这都干啥呀？就因为不会轱辘啊？不是不会轱辘，是，我跟你说，赵经理，你啥也不用说了，你太伤人心了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一身正气，背埋汰你。这才是一家人呐！啊，哎呦，你今天这个举动令我刮目相，哎，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啊！人家要这样的话，我敲锣打鼓在街坊邻居面前，我宣传宣传你。顺风，哎，我要是把你这人招了，你以后不许欺负我了。我敲锣打鼓，我宣传你。敲锣打鼓宣传我，说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大家听着啊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成功没？成功了，挺好，那挺好，那挺好。成功的让人撵走了。谁撵的你啊？会轱辘那男的，来来来，他呀，啊，他姑父啥呀？你撵他干啥呀？他不是咱的人啊！你撵的就是咱的人啊！他就是我的同学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不说你姓于吗？我是姓于啊。你不说你那同学姓脸吗？有姓脸的吗？你不姓脸呢？我不姓脸，我姓于，叫于小脸，小名叫脸脸。哎呦妈呀，你叫于小脸，谁信呢？行行行了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了误会了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这是我大姐夫，怎么就没问题？我让你这上岗啊，别管了，没事教我教我，大姐夫，哎，哎。怎么的？哎呀，我求你帮的忙，你也给我帮了啊！我谢谢你啊，小天，我给你帮的忙也帮了啊。这小伙子不错，不用辞退他了，你就用他就完了啊。好了，没我事了，再见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。哎哎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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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的了？
他不行。不，他怎么不行啊？他不能要。怎么不能要啊？他条件不行，长得有问题啊。人家长得怎么了？一表人才的。脸太长啊，容易暴露目标啊。脸长那才是最大的优点呢。怎么呢？你说遇上个小偷，那不得埋伏啊？好家伙，他一埋伏，露半张脸，小偷一看就吓死了。这家伙，另外他体格也不行啊，他在北门站岗，风一吹刮跑了。哎，这还省人了呢。怎么呢？他站在北门，来一阵风，歘，把他脸刮到南门去了，省俩人。另外他也不会钻洞啊。对，他不会轱辘，他卡在那儿了。对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就他这标准身材，长得跟金箍噜棒似的，他不用轱辘啊，一杵就把小偷杵出来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他行啊？当然行，优秀人才啊，必须招，是不是？必须把他招进来。哦，是这个样。哎，是吧？没问题。咱俩在家谁老大呀？那当然是你老大呀。咱俩在家谁说了算呢？那得你说了算。咱俩是谁薅着谁头发成长起来的？我是踏着你的鲜血，踩着你的肩膀，薅着你的头发成长起来的。儿子的首付大头谁付的？你付的。最重要的是房子的按揭贷款以后谁交？按揭贷款，王相声，我跟你说，你欠我的，我给，行了吧？这关键是街坊邻居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！我回头慢慢跟他们说。那不行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而且你说了，你说要敲锣打鼓的给我写。来，王小庆，哎，你们俩快，把锣和那锤给我拿过来，快点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天上掉个馅饼，今儿你大姐夫太高兴了。怎么的？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来了来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可不得了了！来，干什么？拿着啊！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一咳嗽你就敲锣，明白了不？明白了。哎呀，我得说你，你说你多好的条件呢啊！来，堂堂正正的进兵，靠自己的实力，用得着找人吗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我已经应聘上了，他不信，他说哎呀，找巩固巩固吗？我不也是好心吗？这事儿也不赖我，要来两碗五。哎呦，王小倩，你可真没良心，我可帮你的忙啊！我跟你说这事儿，我跟你说句公道话，还真不赖你二姑父，要赖就赖你，就赖你。你说你找个明白人，你找个傻子能干什么呀？这时候混犟了，大姑父混犟了。不是啊，赵经理啊，无论怎么说，这事我要谢谢您啊。我跟你说，小鱼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感谢你，你明白不？为什么呀？我真的感谢你，你不知道，他知道，这些年他压了我多少年，你明白不？他压死我了，你懂不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今儿你这事儿，我这气儿完全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颈椎不颈椎的，我跟你说全好。我告诉你，我骄傲。哎呀。来，田正鹏，哎，一会儿敲锣打鼓，跟我小区巡逻去。不是，那个赵经理，哎，我现在请求上岗，批准上岗，开始。好了，各位街坊邻居们，注意了，那个接下来我们赵经理要有事情向大家宣布。各位街坊邻居，田正鹏有重要发表言了。哎，敲锣，哎，说，我们家赵刚子是老大。哎啊。我们家首富的大头是赵刚子掏的，还有我踩着他肩膀，踏着他的鲜血，薅着他头发穿上去的。不是，这边的邻居，这边的邻居，这边的邻居，这边邻居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们家首富大头谁付的？我家首富大头他掏的。这边，这边。